情侣不生气挑战，能不能玩得起？能。下课不？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算了，反正我男闺蜜还会给我买。做人做事儿总是从容面对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昨天买了点东西，用你的微信支付的。你花就花了呗，反正钱任还是会给我转的。你挺牛啊。啊，我让你牛，我让你牛。听说你们想看老小要脚心安排哦。哎呀妈，我没怎么呀。啊，我想到了好笑的事情。妈，我习惯了。找死。妈，你看我很好。面对疾风吧。你对象现在昏迷了，快说点什么让他清醒清醒。老婆。老公在呢。我操！把这块肿瘤切掉，你对象就没事了。医生，这是肾吗？是啊。把这个肾也切了吧。干什么？我想换个苹果14啊。Get ready for it.